上来。啊？哎呀，我的大宝宝！你谈恋爱，哥为你高兴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一定不要看错人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刚才还在夸他呢，瞧瞧你现在这样。刚说你两句，你这火就上来了。我说的好不好有意义吗？你们两个不也才刚认识，需要时间慢慢去了解。别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。你是怕我被劫财啊，还是劫色呀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再见，杜小姐。雷总，再见。走吧，左转下楼梯。哎，振荣。嗯。我有点想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还是因为我帮你找工作的事儿？都说了，我哥找你呢，是真的因为你行。我是不想因为你跟你哥的关系，怕别人误会。你的理想，不就是当一个建筑设计师吗？博远呢，就是最好的平台。你答应我哦，再苦再难都不要放弃，坚持住，好吗？好吧，来，上来。啊？把你丢到江里啊？嗯，那我……哎呀，不会了，来来来，快，快来呀、啊！来，哎呀，我的大宝宝！哎，嗯，刚刚你哥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他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太好，不太喜欢我呀？怎么会呢？我哥说你特别好，特别的棒。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嗯、不过杜小苏啊，你好像变沉了呀。怎么可能？我才今天吃了一顿大餐，我就变重了。每一顿你都全部吃完？